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，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。这个朴素的道理正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同。高铁在哪里呀？高铁在哪里？高铁在哪里？亲密的山林里，这里要大树呀，这里要种地，还有那挥着汗的那块地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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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落入那冰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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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翻来又不去，更现在风湿的滴滴滴，还有那会流失的水和泥，高铁在哪里呀？高铁在哪里？高铁在展示会的农馆里，铲除你的海呀，抓走你的鸡，还有那不管你的挖掘机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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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解决我农民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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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农奴新世纪，更现在那有的遗产里，还有那鸡圈主义的约定，高铁在哪里呀？高铁在哪里？高铁在那小学生眼睛里，他先要加速呀，他先要学习，还有那定义准的心情里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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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文明加美丽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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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流水不同意，更现在不换节奏是比，还有那无教子的和乐器。